我唔免十包，唔免二啊，我两包三百只。哎，两包，两包。刚才你才几箱啊？哎，大几箱啦？这个哩，三个人，两包三百只。哎，两百啊？有两百。够啦。这点咱捞袂少。哪些啦？这两包两百只无排骨。哎，排骨捞两包。大哥，你讲要食排骨？拢有啊吗？都有咯。那我这点要送你啊嘛？三个人给了我无？两百了，哎，两百，铁路排骨好吃哦，这真正超好吃哦。总共几块？吃哦，我靠，电话看吧，这你送爸妈就好啊。哦，这边都靠电话，这电话讲笑啦。好啊，两百。来啊，来啊，两百。两百，两百，什么钱？两百，开玩笑姐，开玩笑姐，两百够回来无？来两百，来个来呀，两百，两百啊。感谢大爷，感谢美女啊，来两百够回来无？哎，两百啊。手表变了。坐去后面就好了。来，后面帮我接一下。来，后边帮我接掉。来，阿姐我来讲哦。阿姐，你讲要食迄个高丽菜甲韭菜哦。以上我甲你报告，我当给我的箱啊，你讲我全部拢抢到了。我迄个水饺一来，我花了四箱就拢无啊。我最后剩一箱，这箱是牛肉牛肉水饺啊、哦。一百哎、欸，来，给人家先看嘛，一人给一百，人给偌济？来，牛肉水饺。给人家看清楚。这包是传单，是有名的哦，你会当去查哦。哎，对啊，对啊，美女，对啊，美女。阿姐，我跟你讲哦，正常高丽菜甲韭菜，高丽菜甲韭菜拢55粒，这一包40粒，因为牛肉成本较贵啊。一包40粒，最高你会食到，这一个你会调的。你赶快买一包，买两包，买三包，你跟你讲先给钱，一包了。来，买啊，两个。你的一千块一个，找800，一个找900。你总共几包？七啊。多少？两包。三包。四包。来八包哎，六包啊。七包，够了没有？最后剩2包啊，这个也无。来两包呀，剩下两包。那我睡觉，真正比较上好哦。来，再一个两包的哦。再一个两包。再一个两包的。你分两个，我吃一个。来一包哎，来一包，要一包啊。来一包哎。哎，老板。好啊，睡觉无啊？今仔睡觉，烧肉、卤肉、啥物口味拢无啊？睡觉啊！阿姐话因讲哦，我想要画一个物件，你欢喜的。来，你甲咱的迄个麻辣锅先画者，画起来咯。以前不是麻辣锅，来，阿姐话因讲哦，即摆这落天哦，我画一碗烧的汤汤烈烈哦，你吃。好，来，我这麻辣锅几包哦，我来讲拢。拢有料的哦，这不是空的哦，吼，我是卖你汤头，这有料。我来讲，恁无食咸的，你嘛当买，为啥物？这袂作咸的啦，伊的名只咸名啦，这袂作咸的。我来讲啊，来，我喜欢辣，我全部招只啦吼，金龙三四五辣啊，七啊，八啊，九啊，搁袂少哦。我招10个人家搞袂落啊，我唔免1000块，唔免800，听好哦，这我一只拄好500-600块哦，先加钱啦，你去摸下，我送下。来，你手摸起来咯，嘿，加加加加，我来讲，今仔先加钱，今仔较寒啦，啊，我做会到，我尽量上啊，大家吃啦，来，一包麻油鸡我要送，一包麻油鸡，今日我煮烧肉啊，超过4包，一包多少哩？注意听啊，我今仔做会到，我尽量油到，大家吃啊，欢喜啦，因为这落天啊寒，你当然嫌过凉，我就这种来煮啊，做好吃啊，明白？来，吃加2包来，麻油鸡加2包来，来加2包，我来讲。这两点唔免卖1000，这两点唔免卖800，哈、哦，全部一平5个人家，上新价钱的开500了，500了，来500块上面钱，500块500，两个啊，只要你若加价500，这包公山牛肉肉外口煮的就破500块啦，我这包要收你啊，500来，500块了，今仔日你满意的，500块啦，500块啊，500块，最后搁一个无啊，500，500，500块一个上面钱，500块了，够了没有？啊，公山的减一包。公山的无啊吗？丹山羊肉卤拢无啊？啥个呀？火锅拢无啊吗？来个包，来个包。今仔火锅也袂要紧，今仔火锅也袂要紧。五包够要吃啊？无五包。来个包，我三个。三个了。五包。你讲这个鸡，这个肉要怎样嘞？五包。
五包，来五包。我来讲，你把钱给我。我来讲啊，我今天真正了，你满意啊？那下到这种价，你先给我给钱的是不是？来，这箱给个，给个，我拼拼，我来讲，你有给钱的人给我来讲，恭喜哦！我正常，我勒就超过五百以上啊，这勒六百的量啊，我今日只一定上一百块你哦。来，我来讲，正常的，三百。来，你先挂了，我好过。来，五百，五百，来五百啊！我给，我来讲嘛。这里面全部大包的哦，今天一条，你千万不要计较，因为这全部都是我自己做的品牌哦。今天你若加价五百，一包半斤半肉，一点给你煮好就超过三百，我来讲啊，我你爽啊，最后再一个就好啊，五百我给。五百，五百，今天要你欢喜，今天五百啊，三百就可以了，你给钱啊，今天啦，五百好啊，来五百三个，那边啊，今天五百，无你安尼卖啦，今天你关天给你爽的啦，五百。哎，五百，今天五百两个啊，三个啊，来今天几条？五百块你几个？两个啊！最后搁一个人给你五百哦。还有三个啊，四个啊，还有两个啊。四个，三个钱啊！我无可能搁咧给你哦，我是给他看，我你满意了。来，给他五百。好，来，阿杰。只有今天呐。最后搁一个你五百哦，你相信我了嘛？搁一个人给五百。阿杰钱啊！来，这样操作。阿姐姐，我说唔是减一包，啊，是你减一包。来，做这些是吧？你减一包我卖啊！我来讲，最后搁三个人给你相信我，来五百个人。来，今年五百啊！是搁三个个的。五百啊！这物件送的你都免煮啊，你全部用当天给我套回，然后下骨就做好食啊！来，最后搁三个，五百上面只有五百。个人咩啊？无五百块。五百啊！拢有啊，都有人哦。我来讲啊，我今日要收你，我搁招一个客人了，再一个客人五百块。五百块，我们要招一个，再一个就好了，五百块。五百，五百块，一包麻辣锅大包的，一包公山牛肉大包的，一包麻油鸡大包的，一包内底啊四包一条，一包我送你，来五百上面只有五百。五百，正常这三包就卖六百，我来降一包，一包免几个菜，加来加来几条，最后搁一个五百上面只有五百。五百，拢有啊，来过问，过问。麻辣锅一个搞几碗？不买就你看着啊！来，迄个啥物麻油鸡啊？麻油鸡，麻油鸡，几碗？唔骂那边，真正骂那边，无你好笑一句个，哦。OK 好。三元块六碗二少，来，我去做我用好嘛。哎，这是包菜的，弄这包掉，来这包你的。你好，你的，你先来冒出来。走。来，你好，你先来冒出来边啊，冒去车顶，我再去两滚。好啦。好，快些，快些，快些，你快，你快，你快。你先阿摸来车顶，过来，家庭过来，你卖啥？来，我卖一个简单的好哩。伊这叫羊肉，这叫沙茶羊肉，这等下炒出来就超好食。炒蒜头、炒葱啊、炒洋葱、炒辣椒，凊彩你炒。一包我炒好几啊个，两包炒好五百，唔免五百四百，先给钱你三百我哩。三百啊！有人要食沙茶炒羊肉的无？三百块。哎，三百。三百块有人要食无？三百。来三百。来三百了。来三百了，三百块，有人要吃沙茶羊肉，还买三百。三百，三百，来几包？来，七八个而已，七八个来，你找几箱来啊？哎，几箱来啊？七八个来，紧找找的啊，七八个来啊。三包，七八个来啊，七八个来，你加几钱？我拢加七八而已啊，无啊。三百块，三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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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几来啊？几个？三百，好几来？你一个来啊？我一个。搁一个咯。给一包你，三包，我来倒，最后搁一个人给，三包，三包，一包够你三，来三百啊，来咯，三包够你吃嘛，三百，来三包，最后搁两个三百，一包，六包，六包，三包够咩？最后一个三包，去三包，三包，来啊 ，OK 啊，最后一个两百，再存四包拢无啊，两百块，最后四包两百就好，最后这四包两包，然后吃嘛两百块。呀，好啊！谢谢，谢谢帅哥啊，阿力伯。来，迄个，来，赶紧你当过。哎，阿姐，你下楼啊，我要叫赶过来用。七百，谢谢啊，哎。赶紧你过去。来，迄个，我来平用，我平平。我这个卖了啊，用。来，阿姐话你讲哦，这是我专门找来家里表恁欢喜的，做好食的吼。这包叫五谷排骨鸡。全部拢无骨的，比咸酥鸡好食哈！我来讲，我一个透明的啊，我这一位拢卖三百块。你当然看 YouTube 看我够好笑的。我来讲，我连大一礼拜，今仔日第三天，
一礼拜六天，哦，我拜四休工，我一礼拜油条恁吃，恁好食来搞买，哦，来，拢无骨的，一包我只要百八，两包三六，唔免三六，唔免三六，唔免三五，我拢卖三包，今仔要食来，你两包我了，来两包，有人要食排骨鸡的无？两百块恁收，来两百块尔，有没有要吃排骨鸡？五谷排骨鸡两百块。两包，来，听好啊，注意听啊。用气炸锅啊。你用气炸锅，用煎，用煎，拢好食啦，真心的啦，拢无贵的啦，好不好？真正啦。我来讲啊，你若加起两包，即包免钱。我搁送你一包。你免搁讲路啊，真正。我带你过，我给你两包。真正两包好。两个。真正要收。三个、四个。来两包，我来收了。来四个。谢谢美女，感谢帅哥，感谢美女。我给你找到来，我给你两包了，谢谢。等一下找钱呐，来两个。要不要这个？啊。来这，来帮我接一下好无？接袂到，帮你接一下，帮你接一下，谢谢。来，谢谢，平哥，你平时来，我有两个，你有几个？我两个，我两个。来，一包，一包，来，谢谢。给钱就完了，你不理我，我不管。来这边，这边有谢谢啊，快点联系啊，谢谢。最后我要叫一个两包哇。来两包。我爸是不要的，这些我看，但是拢我给讲。OK， 来一千的，一千的，帮我借一些，八百。来一瓶啊 ，OK 了。来最后一个两百块上面钱。借他两包。你要造鬼啊？拢有啊。我怕你要造鬼。你莫造啦。你还保未住？啊，这我一包最后三个，够买来无？两百块。哎，两包。我拢四包卖三包啦。啊，我是讲哦，有个人伫唔捌食过，你唔知这偌好食，啊，规斤我先几条，恁食食一礼拜，我甲计上回升啊。好吧，搁一个人叫两包要来哦。两包。有啊哈，好啦，你来拜拜了。来，以上桌顶够人要点什么菜？这三，来这。我只买这三箱袂掉啦，台下加三个只。哇，你讲哦，恁两我只落买这啦哦，这真正好食，搁俗啊这啊。伊这叫挪威青鱼，伊这当个哦，食着会甘啦，会甘恁知。